呢场跑千四米，五号、十号、十二号、五十、十二赢过，三号、十三号入个 Q， 一号入个第三名。呢只马冇乜赛绩嘅，就九号识中笑。上次成绩好嘅就得一只，就系六号高运入咗前三。四号、十号就跑第四嘅，上次啊，跑第五啊，嗰啲咁样较为近啲。十一号福满宝本路程跑三次上唔到名嘅，而家跑紧千四米草地。上次就巴度十倍跑第七，十一号唔系喎。十一号福满宝是跑第六啫，唔系第七。十二号合伙咁劲，上次跑第七，但系前次跑第一嘅呢只啊，合伙咁劲，我中咗个嗰场啊，合伙咁劲有一条片噶我。十二。个十字绿色十字喺度，十三号咧就系优达星，连续几次跑十几啊呢只马，唔知点解咁沉咧，二十倍啊，而家几多次啊？四十倍啊，隔晚十七倍。沉啲啊呢轮啊，近积。优达星入个 Q 噶。十四号黄金风速又是连续几次跑十几，即是十三、十四都连续跑十几名，所以都冷门嚟嘅。隔晚大热是一，今日啲隔晚大热得唔得噶？金枪六十啦，隔晚大热嚟嘅。至尊高飞赢咗啦，系赢咗两场啫。七场赢咗两场，呢场就系一号好运宝马，都心服口服啦。潘顿咁样输俾呢个，输俾一号、二号啊，输俾金枪六十同埋浪漫勇士，之前都输过啦嘛。场嗰啲即系都几强嘅对嗰组千二米啦，咁佢都追得几劲嘅，咁啊而家落班啦，咁如果健康做翻好，我觉得佢呢个班次应该够用嘅。咁啊，另外色中少都系啦，轻松热一场身咁啊，今场强配啦。另外五号天外飞天啦，都系近几场都系外档啊，千四佢就正宗嘅，今次睇下形势会唔会好跑啲啊。咁啊，另外啦，仲有一只就系新境界，上次有翻啲追势啦。另外睇埋 Jenny 点拣啊 ，Jenny 拣九号色中少行头啦，然后十号新境界啦，一号好运宝马同埋五号天外飞天。一樣喎，範圍呢幾隻。色種燒咁啊，上次就補出嚟嘅，都幾觸目噶，走得係啊，你睇佢直嘅喺裏面嗰啲啊，反手邊輕輕拍幾下，仲有嗰個時候嘅巴度真係唔係咁 fit 啦，啱啱撲出冇耐，嗰日個步速又慢咧。啲主持啊揀咗，等我睇下邊啲馬好先。佢望住呢只八號仔，華里茲。厚肉嗰啲咯，睇落去。我要報文啊！我要，又係報文潘頓，我要五號一號。傳說有波文冇潘頓喎。要五號贏過啦，起碼係咪？五號上次波文七倍跑第十，今次咁多飛嘅六倍，天外飛天。
五号、一号，跑前啲就得噶啦，即系唔好咁后。田泰安对住金昌六十输一个马位都算啦 ，OK 啦，跑千六系咪？长啲先赢翻佢啦。十四号仔黄金风速冷门嚟嘅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都是冷门嚟嘅。如果是第一只呢啲马困到入嚟咧，又过千噶啦，真系。黄志康要三号美丽攻略，唔系噃，三号系叫起步，起步假杰美拍嘅十一档。三号上次第十，前次第三。十一号咧就六四二福满宝，上次第六，前次第四，都几好嘅呢只马，钟奕礼。福满宝，反而只福满宝即系有冷门机会，因为佢唔远啊嘛，系咪？六四二福满宝，但本路程就系差啲咁解，近绩唔错。十号新境界潘明辉九倍，新境界上次五十几倍，潘明辉跑第五，可能呢只新境界就系团队觉得佢有机会多咗啊，所以就热门咗。明显热门咗就系新境界，赢过嘅就五号、十号、十二号，即系十号又赢过先啦。冇十号，上次亦都跑第五啊，咁样。五号、十号、十二号系赢过，三号、十三号入个 Q， 一号跑过第三。我要五号、一号。红灯亦都亮起啦，精彩的赛事时间都过得特别快，话咁快就第八场啦。四班的千四米成为热门咧，就莫雅嘅坐骑，呢只系色种笑，好亦都顺利。后面就见到剩翻四只马啫，福满宝啦、黄金风速、色种笑、好运宝马亦都未入。好啦，黄金风速亦都搞掂埋，剩翻一对嘅热门，好运宝马。九号的色种笑就有少少扭计，时间亦都差不多，第八场的赛事，咁啊交俾集前啦。最后一集，好运宝马，全部马匹准备妥当八场赛事，四班千四大热，暂时系九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咧埋边位置，优达星、色种笑两只马比较快嘅，再见到第三位啦，外边啊旅游高球啦，最出高运骑咗上去啊，顶一顶佢嘅马，仲有只起步，咁啊五只马喺前面先啊，跟住个第六位有福满宝内栏话你知啦，咁啊再后边嘅马粉红衫就系好运宝马内栏，咁啊橙衫天外飞天啦，后边五只新境界合伙咁劲啊，尾三粉红袖就系嗰只美丽攻略啦，暂时电啦对黄金风速同埋一只系速骑制胜嚟噶。转香港体育学院湾内栏带头的马是那只优达星啊，旅游高球的外边咧，出边红衫第三位，咁啊仲有高运啊，守住内栏第四啦，就系色种笑啊，第五位黄衫比紧啊就起步啦，后多层有呢只华里兹啦，中间啊福满宝啦，外边粉红衫好运宝马要攞出去啦，等入边橙衫天外飞天啊，咁啊掟埋出去嘅马有新境界，依家揈出去粉红走嗰只就美丽攻略嚟噶，好啦，最后直路前面优达星占先少少，色种笑第一。就上嚟挑戰啊！再見到外邊位置上緊，有起步啦，天外飛天啦，最出嗰邊仲有合夥咁勁，新境界大外檔美麗攻略啊！最後百零米啦，透出嘅賣色種笑啊！中間起步上緊啊，外邊上緊嚟仲係只天外飛天，最後五十米色種笑仲係佔先，中間又起步，出邊啊天外飛天接近終點啦，相當接近啦！外邊天外飛天，入邊咧色種笑，中間夾住係起步。哇！只布紋真係犀利啊，真係夠唔夠影咧？只九号仔莫雅，即系无辜辜热门嘅，上次跑第八，哇！只哦赢咗啦，莫雅赢咗，哇！天外飞天真系争少少啊，真系，只一号冇料到啊，一号啊，即係有布紋冇潘頓啊！即係又係咁樣啊！成日都係嘅，我統計就係有潘頓冇布紋啊！咁莫雅犀利啊，贏兩場，
混咗喺里边太耐啊！呢只系咪拖出嚟嘅时候又要等前面只马行咗先，佢先去咁，所以只天外飞天嘥咗呢次机会，好大机会去今日。嗱，呢只布纹喺呢度啊，系咪啊？出闸唔够快，咁啊成闸啊喺前边，咁佢都攞条栏啦，走埋去攞条栏。呢个方法都几好嘅。咁啊啲紫色衫啊，优达星啊，啲喺前面，优达星近绩唔好啊嘛，咪即系佢跑跑下会唔够力嘅，都未操起啊嘛。咁只高允红帽嗰啲只喺外边，上次第三嘅，有啲速度。优达星喺前面，嗱你睇布文喺走呢个位啊。咁啊，色种少。而家喺第外栏第四位呢度，色种少啊个名唔知点解啦，喺呢度啊，色种少喺呢度啊，蓝色帽仔，哎揾到条罅喎，即系佢够运啊！你睇，但系布纹咧就大件事啊，布纹喺呢度啊吓，想拉出外边上，要等人哋走咗先，佢先有位，先发力，但系后上如箭啦呢只马。但下次又冇咁好彩噶啦，真系。你睇走得几好啊！最好走势系呢个布纹，争少少啊，跑多一步都有机会啊！真系，俾麦雅赢咗9530，19蚊位置都有。色众少系睇飞一族实关注到嘅，因为佢无辜辜热门咗嘅，上仗跑得好厚噶嘛。色众少上将是13倍跑第八，咁夹硬就6倍，就系明显热好多嘅。佢仲热过只5号，3号系咩？3号起步就系前次第三，上次第10，假结尾都有手影啊！3号。三号起码入个 Q 先啊，争少少系咪？5.59啊，争少少啊。